spicy， 橙色酱。文熙。文熙，很久了，这个东西。看一下。哦，从小的时候，几岁开始啊？
就是搭跟上。你几个孩子？孩子啊？五个。OK。三个有，两个没有，你就比较严重。全部是在这里的里面的，这里平常人的路上是在这个，所以你看我很多奇奇怪怪，全部很多人用到是这条筋，你的这条筋没有通的，你看这里当然没有通的，你的问题是在你的鼻子的下面，鼻子的下面这里，来这里通了，好的，这里酸痛哦，这里不舒服，就是你的这影响到你的鼻腔。我也是有看过几个 patient 呢，他的脚一脚啊很亮哦，很亮的，医生很亮，很亮，你的全部也是在这里的里面，这里面很难的，就是比如说压刀，现在我要大力跟他拉松他，走，放松啊，三下下来，感觉到了，拿来这边就是要给他松，可以点的呀，哇，哈哈。听到我哭很大声，等一下试一下。安稳。嗯，啊，比较那个洞比较大了，刚才很窄的，很窄很窄的，现在安了。这里啊，嗯，就是你那时候很像抽筋是在中间的，啾啾，啾啾啾，啊，现在的洞比较大。有痛吗？这里不会啊，这里，这里，再看一下。